接下来我们要上的叫做常见的茧，第一个也一样，生活经验，吃胃片，肚子胃不舒服，吃喝胃乳，用通乐，家庭清洁剂洗窗户那种，擦窗户那种，紫微水这我们做过嘛，紫微水检验二氧化碳，花园撒石灰改善土壤，这些事情全部都跟碱有关系，都是用碱。这就是所谓的，就是一般的所谓的通热那种水管之中，就是碱性的。玻璃清洁剂很多里面算有氨，所以也是碱的。然后胃药、胃乳、胃胶都是碱性的，要中和胃酸，所以它都是碱性的。OK， 碱的通性，第一个。前面胶所有的酸都有什么离子？所有酸都有氢离子，所有碱都有氢氧根，所有的酸都会解离出氢离子，所有的碱都会解离出氢氧根，这是重点，要记。好，要记。好，碱尝起来有涩味，摸起来有滑腻感，那叫你不要轻易尝试，还有腐蚀剂，可以溶解脂肪跟油类，这种话。想一个东西就可以了，想肥皂，因为肥皂是基本上碱性的，就是最好找那种没有香味的，南桥水已经肥皂那种，啊，泡水以后尝起来有涩味，可以试试看看，啊，尝起来有涩味，水肥皂水，摸起来有滑腻感，肥皂可以溶解脂肪跟油类，油类，所以就跟肥皂是一样的，肥皂是一样的，好。我的考卷上有填充题，要会写字，不要写错字。色跟面，看清楚他怎么写，看清楚他怎么写。OK， 看清楚怎么写，不要写错字。碱有腐蚀性，稀释会放热，我们那个氢氧化钠会很明显，我们做过了。然后呢，可以使指示器变色。教过对不对？一样，过一遍。来，我讲过了，通常没有考分红，有考石蕊跟酚酞，有的会考广用，所以就告诉我石蕊、酚酞跟广用什么颜色，挑一个告诉我，挑石蕊、挑酚酞、挑广用，挑一个告诉我它什么颜色，挑一个告诉我它什么颜色。我们找这位大帅哥，叫做。Number 十号，十号，挑一个告诉我，你要讲石蕊还是要讲酚酞还是要讲广用？啥颜色？啊？蓝色，石蕊在碱中是蓝色的。好，还有两个，请告诉我，还有两个，请告诉我。酚酞跟广用，挑一个告诉我，挑一个告诉我，找一位帅哥男，帅哥男叫二十九，二九，蓝色，二九，快点啊，站起来了，看你要讲广用还是要讲酚酞，五，四，啊，什么东西，讲广用还是讲酚酞？三二一，什么颜色？红吗？蓝吗？红吗？红色吗？确定红色吗？请坐，红色。剩下一个没得挑，广用。剩下一个没得挑的广用。广用啥颜色啊？广用啥颜色 ？Number 十二号，十二号，广用，啊，蓝到紫，你坐下，红橙黄绿，蓝靛紫，分红几乎没有人考，所以我告诉你答案，就是碱的通性，请你要记得，一定有氢氧根。尝起来有涩味，摸起来有滑腻感，可以溶解脂肪跟油类，
请记住它的指示剂的变色，就是你要学过的有关于碱的通信概述的部分。OK。